方便，出发！哎，你这纹身怎么吓人呢？走喽！姐姐，你认识一下呀、啊。Hello， 夏夏，我们姐妹几个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啊，这一路上要多让你们照顾我们一点了。好，必须照顾，我这兄弟啊，体力可好了，保证一路上把你们照顾的舒舒服服的。哎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 大家好，我是本次行星活动的队长，我叫黄子峰。大家出来都是为了玩，废话我也就不多说了。大家有规律的骑行，等晚上我们到郊外民宿集合，大家放开了玩。好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 走吧，一起玩哦，帅哥们，拜拜，拜拜拜。星星，要不我们先走吧？好，好，帅哥，我们一会儿见。 啊，真香啊！不愧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，愣着干啥？赶紧追去啊！今晚要享福了，走了。玩骑行的男人都知道，在骑行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身材火辣、衣着暴露的美女，俗称骑行员。 他们打着骑行的幌子，其实是为了勾搭富二代。只要你和他们一块儿骑行几次，等到天一黑，大家一块儿住进了郊区的民宿。一个人，半推半就之下，不管是什么美女，都能拿下。 怎么样，师傅？啊，听了我的讲述，有没有对即将到来的骑行员产生点想法呀？拉倒吧，好帅！不就是骑个自行车吗？还能碰上这艳遇？骗谁呢？你小子懂个屁呀你！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见到真人，你他妈眼都得看直了。好漂亮的女人。 我操！这把你小子福气可以啊，第一次出来骑行，就你这两个极品大美女，前凸后翘，大长腿。<笑>老子玩了这么多骑行群，还头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，你自个儿说漂不漂亮？这漂亮是漂亮，但咱们出来骑个自行车，你总不能惦记跟人发生点啥吧？ 你这一路上啊，你把眼睛给我睁大。好好看看，这骑行圈有多好玩儿！<笑>哪晕了？极品大美女，这人比照片还好看。怎么样，师傅？看上哪个了？有没有哥教你怎么搭讪啊？好帅，你该不会真想跟他们发生点什么吧？我觉得他们不像你说的那种骑行员。好兄弟，你还是道行太浅。我去，瞧好了啊，看哥怎么让他们现原形。走喽！哎，好帅。
两位美女，认识一下呀。刚忘了介绍了，我叫柳倩，她叫宋青，我们都是传媒学院的学生。哦，大学生啊，怪不得，看着这么年轻啊，又白又嫩。你这人怎么总是盯着人家身材看啊？啊，这位美女，我想你是误会我了。刚才我看你们的骑行姿势不对，这样骑久了膝盖会疼的。用不用我帮你们调整调整姿势啊？我去，好帅这牲口！难道想借着调整姿势的机会占这两个美女的便宜？你干什么？是人家动过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在帮妹妹调整姿势而已。对吧，陈凡？哦，美女。应该是你误会了，好帅他只想帮忙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你就是吃人豆腐。没事儿，宋青，好哥只是想帮我调整一下姿势，也是好心的。他这样调完，我舒服多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没说错吧？好了，大家抓紧上路吧。对呀，我们本来就是新人，在路上又停了一会儿，黄子峰都把我们甩了一段路了。宋青，怎么样？我的脚好像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这车把突然僵硬失控了。你干什么呢？刚才？哎，陈凡，你大学不是跟禅学过护理吗？快快快，你给处理一下，快，快点！我帮你看看。看样子是脱臼了。我来帮你。接下来会有点疼，你忍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三。啊！不是说数到三吗？好点了吗？站起来试试。怎么样？给你掰回来了，陈凡，我刚可给你制造英雄救美的机会了啊！这另一个妞就是我的，今天晚上咱俩一人一个。刚才你是故意的，这可是山路啊，你这样干太危险了。行啊，你小子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刚才你手摸人的时候可一直都没停、啊。我那是帮他掰回。哎，黄子峰怎么单独拉咱们几个男生建了个群啊？想跟我们说什么事儿？这是黄少得手啊，等着看吧，他马上就会有好东西发过来。黄子峰他们已经到民宿了，他怎么把自行车带进酒店了？哼，和他一起进房间的可不止自行车。啥意思？兄弟们，早到早享受，每人在侧，我是 Prince 啊。皇上，你好坏。这，好帅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齐行轩怎么会有这么随便的女人？怎么样，兄弟，没骗你吧？咱们加把劲儿，赶快到民宿，今天晚上好好享受享受。享受？皇上。你看这个呢？要这个也要，这个我都要。宝宝，那我先上去了啊。去吧。累死了，终于到了。Hello， 帅哥。你们几个最后到，可是要罚酒三杯的。就是罚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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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喝，我喝，
静静，卡没事没事。对，哥，别让他。啊，爽！这可以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静静，你几个？静静，你这么久也累了，咱们去休息吧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！大家出来玩都是为了开心。 你不喝酒，这不破坏了大家的乐趣吗？是不是？对呀，必须喝，喝，必须喝，喝，哪有？好，我喝。干了他！干了他！干了他！喝！ 喝喝喝！把酒变了，现在我可以走了。干什么呀你？你等着吧，好兄弟，重头戏终于要来了。今天晚上咱玩点不一样。 奇形，开盲盒，盲盒，出盲盒，皇上威武。坐坐坐。楼上有四个大床房，四个美女各执一间，先下来，咱们就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你们今天晚上和哪个美女住。 想一想，平时你们遥不可及的女生，现在只要守信号，就能同床共枕。想想都刺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一号房住的就是李唐，也就是说啊，一会儿谁抽照片想房卡，一号房李唐就是谁的猎物。那至于刚上局的柳倩和宋清呢，则是一个三号，一个四号。<笑> 一号到四号都是大美女，今天晚上咱们4对4，人人有份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刺激，皇上威武！这简直就是群魔乱舞啊！刺不刺激？刺不刺激？别着急，一会儿还有更刺激的，是吧？皇上，您是七星圈的组织者，当然啊。 还是由您先抽，哎，这就我先来，他不会抽到宋清吧？三号，看来大兄妹今晚是我的了，到我了。 我来啊！一号，一号也是大奖啊！今晚有福了！你愣着干啥？说你，那就抽了。 四号就是大奖啊，小辣椒。宋清，那运气不错，第一次来就抽中了大奖了。我记得四号好像是宋清吧，人长得漂亮，还是个小辣椒呢。那这个就是我的了。老手已经披荆斩棘了，新手还在犹犹豫豫。你要是不要，就把房卡给本少，我可以一位二。哎，我没有说不愿意啊。那楼上的七星女她不答应咋办？ 只要七星女来了这儿，那就由不得他们了。咱们的目的是荒郊野岭，能住的也只有这家民宿。要是实在不同意，那就只能露宿街头了。就是，听皇上的意思，霸王硬上弓这事儿，你干过？那是当然，3年前的一次七星，有个七星女。 一头红发，身材火辣，他就不让老子碰，拼死抵抗，还扬言要报警。
不过最后还是变成了什么了？只不过他变成了食物人。<笑>不会是真的吧？<笑>给你开个玩笑了。能来参加这个圈子的人，对这都心知肚明，怎么可能会见血呢？就是，我说的吓我一跳。来。 继续喝啊！来，喝完好办事儿。哎，来，喝。嗯，哎，不喝了，忙活一下午，接下来我们就回屋入洞房。 有洞房，有洞房，好威武！啊，晚上开心啊，和尚。小心啊！这可得被幸福了。晚上你可得悠着点啊，小心明天起都起不动。<笑>哎呀，好了，我到房间了，美女。 你了吧？<笑>我呀，小宝贝儿，<笑>大长腿，小白呀，<笑> Then on the mountain, I put on my knee, looking on the mountain. 陈凡，你死活来就来了，不可能不进去的。 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跟我喷气啊！难道就没有别的房间了？你说还真没有别的房间了，都是一起混住的，只是我抽奖抽到这家而已。住！啊！抽签！嗯，我这隔壁问我找个女生换一个。隔壁的女生恐怕不太愿意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轻一点，郝少爷。他们怎么这样？郝帅他们说，齐天圈的潜规矩，你们不知道？ 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来进行锻炼的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换一件衣服。嗯，好。不许偷看啊！没有偷看。Oh baby. 你看什么？隔壁这动静，看来今晚也不会消停。嗯嗯。不如我们去安奈喝点。啊。嗯。 怎么感觉这种味道怪怪的？
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我，你腿上伤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多了，还是有点疼。那我今天在民宿找了一瓶碘伏，帮你消个毒，保证了伤口好的快点。啊，好。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没事，我帮你。啊，疼啊？嗯，那我轻点。好点了吗？哎，我看你跟那些人也不是一路人啊，你怎么进这个骑行圈子的？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骑行，我不知道是这样。那你很喜欢骑行吗？是我姐姐喜欢骑行，她想参加最大的骑行比赛。可之前她参加骑行的时候受到了意外，成了植物人，现在肇事司机也没有找到。我想替他完成最大心愿。植物人，黄子峰刚才好像提起过。算了，还是不要告诉宗兴，万一是假的呢？别伤心了，我那室友好帅啊，是骑行圈的达人。明年骑行的时候，我帮你问问他。来，谢谢。陈凡，醒醒，该起床出发了。昨晚咱俩都喝多了。对，喝多了。我替你洗漱。嗯。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把握住，陈凡啊！小小夏，昨天没把你打服。哎呀，没有耕坏的地，只有累死的牛。哎，陈凡。先上去等我。不要。听话，一会儿接着打你。去吧。你昨晚那个怎么样啊？赶紧的，让我也试试。哎，瞎说什么呢？我就不是这种人。啥？那么漂亮的美女，错过了这辈子都遇不着了。你一晚上。你都没玩儿，我嘞，嘿，看错看，你真是个废物啊！你，我都不敢动手。别说了，你别说。没事没事啊，咱们今天晚上哥帮你。She really blew my mind. I know it's over, but I can't deny I'm so missing you. And I'm totally frustrated. I know we had something special, baby, but now the fact that you come from. 别看了，没什么，我是说的，咱们跟不凡去骑行的下一站。对。大家昨天晚上休息的太晚，今天出发的又早，大家路上正好一起骑行，相互有个照应。好，你也可以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。大家如果有需要都可以来找我。好了，大家赶紧出发，今天争取早日到达民宿。咱们今晚再战。谁他妈开的车？
找死是吧？皇上，今天必须干他们！谁他妈给我老子找死！站住！林哥，就是他们，他们欺负人家，还说人家衣服占人家便宜。他俩不是昨天还刚那个吗？怎么就翻脸了？妈的，皇上，咱们这看走眼了，又让仙人跳了。仙人跳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有一些人知道这个圈子里有钱，所以专门坑这种人。哎，大哥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你妈！你们两个小逼崽子，知道不知道？阿娜是老子李天朗的女人，连我的女人都敢动，我腻歪了吧？把他们腿给我卸了。哎，动手之前要讲证据的，你证据呢？我已经保存你们欺负我的视频，只要我报警，你们等着就餐吧。你他妈还敢录视频吧？你他妈还敢！现在证据有了，说说事吧。你家怎么解决？一人一百万，这事儿就结了。一百万？你开玩笑的吧？玩完不想给钱，这他妈就给你个小小的教训。玩完不想给钱，这他妈就给你个小小的教训。上！哎哎哎哎！哦！哎呀哎呀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一百万给，拿钱呀！我操！我没钱。你他妈不是富二代吗？你们有多少钱？算我借你们的。我刚失业，饭都吃不起了。我没钱。妈，没钱还出来玩气球，有钱玩女人，没钱陪老师吧，打一顿。我报警。哎，我这里有80万，少点行不行？80万，行。你能拿出来多少？2万。没钱你装什么？还跟别人算玩气球？他妈打他！李哥。算了吧，看他那个底气样，恐怕所有钱都拿来买车了。兄弟，罢兵了，算了吧，啊！你他妈屁的呢？哎！把他表给我拿过来。哎，那表，我的表就是200万。老子今天吃点亏，这个表抵20万，把那自行车给我拿吧，让你们他妈长长教训。别走，干啥了？行了，走。哎呀，这次情形还挺满意的，我就不陪各位玩了，先退出啦，拜拜。老子现在换自行车。妈的贱女人，别让老子再遇见你！去你妈！伟芳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轮胎都没气了，在这个荒郊野岭的地方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回民宿去，等待救援。去他妈的秦霄！走！等着，你跟李航一块进的秦霄分区，你不会和他一伙子吧？你不会和他一伙子吧？我不是啊，宋清不是，他是为了骑行进行圈的。不是谁家好人为了骑行进行圈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跟李唐真的不认识。你放屁！你们这些捞女人，进我们骑行圈不就是为了捞老子钱吗？我不是，你别胡乱猜疑。宋清真不是那种人，他如果是的话，早就跟李唐他们一起走了呀。你他妈少放屁啊！现在就给我滚！老子的行圈不欢迎你。至于荒郊野外，你车也坏，你让我去哪儿？宋清真跟李航他们不是一伙的，而且退一万步来讲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你把他自己扔这儿，万一出什么事了，大家都不会愉快的呀。没事，宋清他跟我一个学校的，跟李航不是一伙。既然柳倩都这么说了，那就确实更算了。妈的臭娘们，等玩完之后把你们一个一个都卖，来弥补我的损失。哎，你过来接老子！谁心个屁，老子被人坑了，明天才能来。什么什么？明天才有人来接咱们？咱们今天晚上在这儿休息。人家浑身都是汗，人家上去洗个澡。走，我们上去吧。
你别说，这个宋清腿还不烂，今天老子他妈花了这么多钱，一定要还。他盯上了宋清，继续抽签。我要宋清，我要宋清。他这是要对宋清下手。如今男女人数不平等，需要龙坑引人。我这里有一张空房卡，大家都是一同出来提醒。为了公平起见，你们就各凭运气喽。千万不能让老子轮空啊！这一肚子火还没地撒呢。轮空的人，本少下次再补偿的。皇上，您是这七星圈的组织者，您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就是。哦，我的运气也不差，双马尾。小兄弟，不好意思了，下次我再补偿你。没事。哎呀，这凡，这奇星女多的是，不能因为女人伤感情，是不是？实在不行，后半夜来我房间。上一边去。哎哎哎，能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来！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谢凡，你要去哪儿？不会是想通风报信？你要去哪儿？不会是想通风报信？我怎么可能告密啊？我只是今天晚上轮空了，心烦得很，多喝两杯啤酒，上厕所不行啊？我告诉你，陈凡是我好兄弟，这不可能告密的。放心吧啊，你最好是，不然老子饶不了你。哎呀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皇上。谁啊？陈凡，你做什么？听我说，今天晚上皇子都没有到房间，一定把房间门关上。他，那他不会硬闯进来吧？怎么不会硬闯啊？他在血腥圈混了这么久，手段多得很，而且他还有房卡呀。救救我！我不想跟他一起。这民宿周围又没有房间住，车又没有，跑都跑不了。陈凡，你人呢？大家都等你，昨晚睡觉呢。陈凡，帮帮我！我想跟你一起，你去跟他换一换好不好？不行啊！你不想帮我？我怎么可能不想帮你？但今晚我轮空了，没有房间跟他换。陈凡，你人呢？还没上完厕所。哎，这样，你去吧，所以我把我电动车骑到了，是去。可外面这么多人，我怎么去骑车啊？去拖住他们！陈凡，你是不是在里面？陈凡，厕所没见人啊！你要真在里边，就赶紧出来，不然皇上真的要发火了。怎么办？陈凡，还不出，这也没老子没办法。我去跟你拼了！不要陈凡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起来！哎呦，皇上！要不咱们再去喝一会儿吧，他肯定不在里面。喂，干什么呢，出去！快出去！干什么呢？不好意思。难道真是我兜里了？不嘛，门我锁上了。宋清，逃不出去。走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走，喝酒，喝酒。把门给我锁死吧。好好好。你看什么呢？现在当务之急是逃出去。对对对对。门被锁了，怎么办？那个阳台，我出去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楼下停车两辆车，我们一会儿爬下去，骑电瓶车走。这可是三楼，这么高能行吗？你怕高，难道你就不怕黄子峰吗？我可是听孙子说了，
三年前有一个红发的骑行女，就是不听他的，被他弄成植物人了。你说什么？三年前？啊，红发？对啊。三年前，这是我姐姐参加骑行圈的事件，当时我姐染的就是红发，都对上了。他说的可逼真了，我想不是假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弟弟，我红报仇。这两个报不了仇，咱们现在首要任务是逃出去，逃出去才能为你姐报仇啊！对，逃出去，逃出去来为姐姐报仇。皇上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哎，对，就是皇上。我妈的，上个厕所上这么久还不下火。皇上，他是不是被那个骑行女给勾引了？看他没把持住啊！你看，骑行女是老子的，他最好别违抗我。老子再不看脸，他要是不下，老子就上你！今天一定把你叫出来。要不我现在去叫他。站住！骑行圈是老子，骑行女也是老子的。要是不上来，老子就让他变成植物人啊！没事，快下来。太高了，我害怕。别怕，我接着你。那你接住我。好。啊！我去上个厕所，等我回来我们就上去。嘿，皇上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陈凡，陈凡。你很能跑是吧？老子今天非踩断你的狗腿，不让你跑！苏青，我来找死他们，你赶紧跑，别管我。陈凡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有原因，我会丢掉你的。让他们走。一个二个都想跑，你们今天一个都跑不了。皇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都是你带来的，咱现在就带着那个手就跑。你站着干嘛？给我围上去！哎，我要见血了！一个没扔了。陈凡，你可别犯糊涂啊！你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得罪皇上。这样的，你听我的，你把这女人交给皇上，我给你去行刑。皇上，你别疯了！王子峰现在干的事是犯法的，要坐牢的。你赶紧给我回头是岸！你他妈给老子闭嘴！兄弟们，给我打！老三还这辈子都站不起来。住手！我现在录了像了，你们做的都是犯法的。要是敢动陈凡一下，你们必定坐牢。我就算把他打死，老子也赔得起。我就是让所有人看看得罪我的下场。今天你敢动陈凡一下，你都死在你们面前。你什么跟我从讲？今天这么多人，要是我死，你的荣华富贵也到头了，谁都跑不掉。他妈的，怎么偏偏今天民宿有这么多人？看热闹的人越多，真出人事就大了。你敢威胁我？皇上，这娘们要是真死，后事不好办啊！你看看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咱自己家兄弟还好说，这其他人，妈的，这臭娘们真该死，今天不能就这么死。否则老子还怎么立威？臭娘们，你威胁不到我，我就不相信你敢。去，把他放下。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你忘了？他妈的，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。我说的，我只说一次，放我和陈曼走。你们谁都跑不掉。就不相信你敢？哎，苏青。我没跟你们开玩笑，要么放我和陈凡走，要么我死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操，这臭娘们是真敢，老出人还真不好处理。再打他，拿走。
让他们看什么看？给我滚！皇上，就这么放他们离开，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怎么可能放过他们？一辆小电驴而已，他们跑不远的。苏青，坚持住，马上到了。我靠，不是没电了吧？关键时刻掉链子，苏青，你坚持住，没事吧？我必须想办法止血，否则宋清怕是坚持不住了。师傅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再说你也是为了救我才搞成这样的，我拼了命也要把你带走。来，我给你。好的，坚持住。给我追！前面人呢？给我追！他们就在前面，肯定跑不掉。给我继续追！给我继续追！幸亏我们走的小路，要不然被猴子逮上了。陈凡，多亏你了。走吧，可以吗？陈凡，你扶我下来吧，还有那么长路要走呢。没事，我不累。你先走吧，喝口水吗？我不渴，你喝吧。如果要带你离开这，我就一定带你离开这。陈凡，陈凡，苏青，苏青，苏青，我们是在哪？陈凡，你醒了。啊，你运气好，你晕倒之后，我才搀着你走了二里地，就遇到了这户人家，这户人家救了咱们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我扶你起来。哎，他谁啊？啊，陈凡，你别紧张，这是护林员。就是他救了咱们。护林员，嗯，我们在护林所。没错，也算你们命大。这山里啊，荒无人烟的，十里八里不一定遇到一个人。幸亏啊，是遇到了我，不然你们早就喂狼了。谢谢你，别客气。这山里边啊，也没什么好东西，给你们熬两碗粥。这喝完了，尽早上路啊。谢谢。陈凡受了伤，我喂他就好。实在谢谢。没事。放心，你要的货呀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不过啊，稍微遇到一点麻烦。放心，今天晚上我就会处理好，不会耽误明天的交易。没想到今儿运气还不错啊，捡了两个新鲜货，一个肾二什么，今儿啊又能大赚一笔了。你是护林员，你是人贩子，
现在感知到了，晚了。这小脸蛋可真漂亮啊！要是能卖到会所，肯定能值不少钱的吧？快，拿开你的脏手！本以为你是个好人，结果刚出狼窝，又跳回去，比黄子峰还可恶。黄子峰，皇上，没想到你们居然还认识皇上啊！看样子跟皇上有点过节，那刚好，我给皇上做一个顺水人情。来，看清我宝贝，笑一个。皇上，刘麻子，人给我留着，我马上过去。没问题，皇上，我在这儿等着你。一个小时之内啊，皇上就会过来。我很好奇，皇上会怎么处置你们的啊？哎，哥。你跟那个黄少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今儿啊，小爷我高兴，就让你啊当五名百官。我和黄少呢是合作关系，至于合作什么呢，我就不告诉你。我明白了，你是专门拐卖漂亮女子的人贩子，而黄子帆利用奇行欺骗漂亮女子，他们以为傍上了富少。其实等待他们的是地狱。你还挺聪明的啊！哎，不过呀，聪明，聪明。这蛋，去！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小心点。给我死！扔蛋子，去吧，扔蛋子。这都是我的哥。你别他妈叫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个人渣，你在报应！黄子峰，快来啊！我们快走吧。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，是吧？没事，我们快走吧。嗯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吧！黄子峰他们这些人渣，我一定会把他们绳之以法的。谢谢你们。对了，陈大哥，我知道刘麻子的秘密仓库，他里面有车，我们可以开车跑。那太好了，帮大忙了。陈大哥，自在清兵了。陈大哥，找到了，有救了！来，帮忙帮忙。钥匙，钥匙呢？找到了，找到钥匙了。小心，小心！等一下，你们先上车。钥匙，有没有人打开这宝箱？哇，好多钱啊！太好了，王子峰和刘王相识，手机里或许有我想要的证据。快来，干嘛？是姐姐。美，美女，我也知道，知道，什么才叫真正的男人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当然是要跟你深入交流的人呀！给我记住，臭娘们儿，快死！好了，黄子峰带人来了。申大哥，咱们有车，可以冲下去。好，走。
刘麻子，赶紧滚出来！本少来给你送钱来了。刘麻子，刘麻子，皇上，他们跑了，还拿走了录像啊！啊！你怎么没把录像给处理好？皇上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给你机会，你也不给，打，打到半死！不要打！下山唯一的闸口，你让咱们埋伏好，只要他没下山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幸好我还留了。陈凡、宋清，让我去抓到，一定将你们挫骨扬灰。跑呀！啊！谁他妈的说的？还咬老子耳朵！老子他妈弄死你！别过来！抓住那个婊子！皇上重重有赏！好啊！别过来！臭娘们儿，你以为你能跑得快？妈的，老子今天假期全被你破坏了！你说，你怎么赔偿我？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就是你放了我。钱？老子像他妈缺钱的人吗？我后面跟着这么多兄弟，我不能让他们空手而归吧？你把他们一个一个都伺候好，今天本少是放你一条生路。皇上威武，皇上威武，皇上威武！不可能，我就算死也不会便宜你们。王子枫，你该死！姐姐。猴子，秦大哥，不好了，山下来了好多人。这，前面的人，我的骑兵天剑点是皇子峰的人，他只是出生了一个闸口，我们必须退出去。你这帮家伙真的是阴魂不散，下山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。一定。刘麻子小心，定期更绳之以法。喂，刘麻子，老子今天要的货呢？你他妈要拿不出来货，我要你的命！喂，虎哥，我这遇到了点情况，狗日的拦着路抢我货，肯定晚点了。谁他妈胆子这么大，连我虎哥的货都敢抢？你等着，15分钟我都能赶到。沈大哥，你太厉害了，你的意思竟然就和刘麻子一模一样。大学得学的播音专业，专业的。来了，正好15分钟，抓紧点，我要冲了。人呢？快骑快点，骑快点！妈的，是陈凡，给我拦住他！下来！刘麻子的越野车果然有人骑，给我上！下来！都他妈给我追陈凡！陈凡？什么陈凡？都给我停手！车里面不是刘麻子吗？都他妈被他们耍了！你是虎哥是吧？我是黄子峰，刘麻子上级，我们都他妈被耍了！你做什么？
喂，法师，你的好兄弟陈凡下山，应该知道。喂，法师，你的好兄弟陈凡下山，你应该知道。皇上，我和陈凡就是普通人，想着来骑行找个美女放松一下。他一定是被宋清给蛊惑了。哎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饶过你可以，那陈凡必须死。你哪知道他太多不该知道。可是你应该清楚我的处境。如果你不按照我的，忍下来。皇上，求求你，求求你饶了我家人吧，我全部都按照你说来做啊！求求你，令弟，够仁至义尽了，谁让你得罪的是皇上啊？请别怪罪了。苏媛媛，你们安全了，赶紧回家吧。谢谢陈大哥，谢谢陈大哥。陈大哥，你是我的英雄，我给你留的联系方式，一定要找我。陈凡，我们赶快拿着证据去报警，甚至异常更多。哦，好。好帅。喂，你现在在哪？我有帮黄总问的重要事情告诉你了。老帅，现在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，等我从警局回来再说。哎，陈凡，你不能去警局，黄子峰早就等在路上了。你现在去警局就等于自投罗网。这样吧，你来老地方，我有解决办法。好像是黄子峰的人，不可信。黄子峰人多势众，我们贸然前去固然很危险，但郝帅的人品我是相信的。他虽然贪财，但是绝对不是违法之徒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喂，郝帅，我信你是兄弟，半个小时后老地方见。好兄弟，我等你。宋清，你拿着证据先躲起来，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如果我出事了，替我报仇。不行，你是因为我才卷入这场漩涡的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至于证据，我会拷贝一份给值得信任的人。好，走吧。郝帅，陈凡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干什么？放开！宋清。苏青，臭娘们儿，证据呢？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们。想要录像，下辈子。若明天我还没有消息，那录像就会出现在警局。你以为我怕你？想要把证据交给警局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。小杂碎，敢他妈骗你虎哥！消消停停给我待着，我他妈等会再收拾你啊！郝帅，怎么混蛋，你背叛我！你出来，你不是我兄弟。陈凡，你说你为了这么一个女人这样折腾，你看郝帅就比你识相多了。只要你把证据交出来，这个女人我就送。随便你看，我知道你喜欢这个臭娘们。只要你把证据交出，我可以几个不求。到时候不仅她是女人，整个骑行圈群里面的美女随你挑。陈凡，你别听他，王子鹏心狠手辣，现在录像是咱们活下去唯一的依仗。若是录像给他了，咱俩都活不成。你是畜生啊！我不是，找我交出录像，绝对不可能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找死是吧？老子成全你们。至于录像带，老子自然有办法。上！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来，美女兄弟，不交！
都他妈给我去死！皇上，你别装了，交不交出来我都得死。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，这臭娘们是个记者，认识记者圈很多知名人士，录像的事不好办。废物，宋小姐，你怎么不早说你是个记者？早说了，不就不用受这些苦了吗？现在知道我是记者，不好处理了。现在我有能力把录像送到警局了吗？宋记者，你一直都有能力。要不我们和气审查，只要你交出录像带，我就放了你和陈凡。但如果你想鱼死网破，我现在就杀了陈凡。住手！你想要录像带，我可以给你机会。咱俩玩一个游戏，你若是赢了，录像给你；若是输了，先放陈凡离开。什么游戏？要是不刺激，我可不。保证刺激。你随便抽三个人，但凡一个人赢了我，录像带归你。我还以为是什么游戏，原来这么简单。好啊，不过我们再加一个菜，输一局给我补一件衣服。宋清，不要答应他们，他们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你相信我。好，我答应。王妈，你小子平时最敏捷。你先说。皇上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让这臭娘们打丁点不上，给兄弟们亮亮眼。别说我欺负女人，我让你先出手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就这样，你手下也不过如此。废物，留根心，来给我抬下去。宋清，你太厉害了，我倒是少瞧你。不过等会儿你就没有这么好。你们谁有信心打败这个臭娘们？打赢一场，我给他一百万。好、啊，一百万。皇上出手就是打发，这一百万我倒是有点兴趣。但主要还是寄养，想跟美女过过招。我们虎哥可是散打冠军，这小妮输定了。松开，宋清，这虎哥一看就不是好惹的，我替他来。没事，以为是我定下，自然是我来。你小子带去，我可不愿意。我是要跟这个美女过招，你给我滚！你小子带去，我可不愿意。我是要跟这个美女过招，你给我滚！滚！小美女，有点力气啊！我看你接下来怎么破招。呀！臭娘们，虎哥一出手就坚持不住，我还要非扒光你的衣服。你输了，下一位。我们虎哥可是散打冠军，这下输了，谁还是他的对手呀？谁说虎哥输了？虎哥还没失去行动能力。我咋输？若不是我刚才没打他咽喉，他早就是一具尸体，怎么没输？那是你的事儿。虎哥还没失去行动，我说不算数，他这不算数。你也上，和虎哥一起联手打他，我相信打不死这个臭娘们。上！黄子峰，你耍赖！本少就是耍赖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输了，我把衣服给脱了。你输了，我把衣服给脱了。你耍赖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就凭你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，而我是刀子。我不仅让你把衣服给，还要拿回录像带。臭娘们，疯了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黄子坤中计了。我一直拖延时间，你没发现？执法队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你他妈唬谁呢？你们两个所有的设备我都偷走，你怎么跟外界通信？我们是不能通风报信，但我的好兄弟好帅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你。我们去烂尾楼也是为了救出他的家人。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！不好了，
郝帅那小子叛变了，他带了好多执法队上山来了。你们就不怕我现在杀了你们吗？我根本就不怕死，只是没那个准备。苏青，其实我一开始也跟普通人一样，想一起骑行，一起有一个美好的邂逅。但直到遇到了你，我对你一见钟情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终于看清了黄子峰这个人渣的真面目。只有他被绳之以法，那些被他欺负、被他拐卖了的骑行女，才不会枉死。他跟你一起死，我不怕。你们的恩怨别带上我啊！老子不玩了，走走走。皇上，要不我们也走吧？走，下山这一条路，他们往哪儿走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连死都不怕，非要和我作对？我是谁？你还记得三年前的宋寒吗？宋寒？那个掉下悬崖的宋寒？对，就是那个掉下悬崖的宋寒。她是我的姐姐。三年前，她好不容易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，为了庆祝才参加骑行。想到这一别，就是阴阳两隔。我姐死得太惨，我爸我妈赶到的时候，哭得泣不成声，每日夜不能寐。不久之后就出车祸死亡。我原本有过幸福的家庭，就是因为你毁了我的一切。为了报仇，我报了记者专业。我每一日都在锻炼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等的就是今日。当初在骑行圈里，我装的弱不禁风，就是为了让你。我发誓，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来人，给我杀了陈凡和宋清，我给他一个亿。皇上，执法队的马上就来了，你现在让我们杀人是让我们送死吗？一个亿也得有命花呀。一个亿够你们白吃白喝一辈子了。杀了他然后推下悬崖，谁能知道？给我上！陈大兵，救他命，一个亿就在眼前，都给我上。太好了，王子峰一行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就是不知道宋清怎么了。宋清？没错，是我。你怎么骑上机车了？我姐姐大仇得报，我也算是获得了新生。经过这段时间，我爱上了风一般的生活。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感受风和生活？我愿意。